够啊！今日我哋咧又翻去 Surrey 咧 GU 十一睇睇一间咧三房两浴室嘅排屋，佢嘅叫价咧就系42,500磅嘅，大家系咪觉得好贵咧？其实睇个数字就觉得好贵嘅，但系大家睇埋个地理优势咧，其实咧个业主咁样叫价咧，一定系有原因。佢有咩地理优势呢？就系、是、第一，佢系0.5 mile 咧已经可以去到呢个 Elderson 嗰个火车站。同埋喺0.5 mile 入边咧，就有两间 outstanding 嘅小学，所以个业主咧先至咁心红咧，叫咁高价嘅。大家好啊，我系 Larry 哥，我嘅 YouTube 频道咧主要同大家分享英国嘅楼盘同埋移民英国嘅资讯。如果大家见到有广告嘅话，请帮手睇埋佢啊，请帮手订阅及分享俾朋友，仲要按埋旁边嘅钟仔啊，咁我一有新片嘅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俾大家噶啦。我个频道咧就差唔多有5000个订阅噶啦。我依度先多谢大家一向以来对我支持先。我打算喺我个频道10,000个订阅嗰时咧，我就会送出本人亲身写嘅移民英国嘅电子书。但我最近发觉好多观众咧仍然喺香港噶，仲系计划紧移民过嚟英国噶。所以咧，我打算喺我9月份呢个北爱尔兰同埋呢个苏格兰嘅梯度团完成咗之后咧，喺10月中咧我就会送出移民英国嘅电子书噶啦。书中啊包括点样移民呢个英国嘅途径啦，点样申请呢个 BNO 嘅 passport 同埋 visa 啦。在香港申请的HSBC UK 户口的步骤，出发的时间表，行李的清单，英国入境大人包等等。这本10月送出的电子书是会由你计划移民到英国写到入境为止的。10,000个订阅送出的电子书就是入境英国之后的延续来的。例如在英国的租楼和买楼的过程和技巧，税务，开英国公司，怎样找学校，英国生活花税等等。希望大家多些帮手分享和推荐给朋友。10月份送出的电子书，而家就开放俾观众们咧，就广告赞助。有兴趣的观众咧，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就系+44啦，794-663-3168。而10月份嘅电子书咧，系以呢个群发形式喺 WhatsApp 发送嘅。咁希望大家咧就开始登记呢个群发嘅个群组啦。WhatsApp 号码亦都系+44啦，794-663-3168嘅。我哋未入屋睇之前咧，睇睇个 floor plan 先。咁喺个 floor plan 我哋见到咧。呢一间排屋咧就有1200尺嘅，咁喺地下嗰层咧，我哋会见到有两个 reception 啦，同埋一个厨房啦。咁喺一楼咧就有两间睡房同埋一个浴室啦。咁喺二楼咧就一个睡房添嘅。好啦，我就唔阻大家太多时间啦，而家就去片睇睇呢间屋先。大家好啊，今日带大家参观一间位于 Alderson GU 十一嘅一间三房排屋，咁睇睇出边嘅环境啦。咁屋入到去嘅左边咧就系一个 living room， 咁都几大嘅。牆身都好新淨，咁呢間屋咧唔使點執嘅，係可以即刻入住嘅。咁喺 living room 行翻出去咧，就係一個空間，大概係100几尺嘅。咁就可以多一個空間俾家庭成員活動。咁呢一間屋有一個特點就係佢有兩個 kitchen area 嘅，呢個就係第一個。咁啊就係行電嘅。咁好快咁望一望啦，嗰啲柜，咁佢有焗炉啦、雪柜啊，咁你会觉得可能有啲细，但系其实呢间屋佢有两个厨房位噶嘛，咁啊试一试啲水添啦，我哋都，咁喺呢个厨房位嘅隔篱咧，通过去系另一个厨房，系再大少少嘅，咁就系行明火嘅。咁呢边呢个厨房嘅空间系更大嘅，所以你见到其实摆到一张4人嘅饭台都仲有好多空间嘅，同埋抽油烟机啦。嗱，boiler 就喺呢个洗衣机上面，咁其实有两个洗衣机嘅，咁其实呢间屋几适合啲大家庭嘅，即譬如有啲港人都好中意咧，就系两个家庭一齐住。咁呢个单位就比较适合啦。咁我哋行翻出头先电嗰个厨房啦，用电嗰厨房隔篱就系一个厕所嘅。咁其实好少咧，下边嘅厕所有得冲凉噶。咁呢一个系几好噶，呢一个厕所佢都好新净。咁我哋都试下个水啦，同埋啲炉都系即热式嘅。咁啊，厕所有个梳啦。咁行翻出去咧，喺厕所对出呢度门咧。出去就是个后花园北一，个后花园不算很大，大概200多尺啦。
咁望望个环境，咁喺个后花园咧，佢一个储物柜，即系佢哋好多都会做一个呢啲柜，咁入边都唔细嘅，咁开俾大家睇下啦。佢入边就放到啲一格格嗰啲柜啦、梯啦，同埋剪草机同垃圾桶，同埋空间都好够嘅。咁喺后花园望翻入去咧，咁屋入边嘅情况就系咁啦。咁喺呢个门行翻入去，我哋睇翻两个厨房啦，左右边嘅，同埋中间呢一个活动空间啦 ，living room。咁我哋行翻呢度门，通过就系条楼梯就可以上上层。咁我哋上到去咧，之后有两级咧，就系一个厕所 bathroom。是真的很大的空间，右边可以挂衫，这里还有道门和一个钩，这里就是浴缸啦，厕所是一间很大很 modern 很新净的厕所的，你看到个楼底挺高的，有个浴帘，这个就是那个柜拉开出来，你看到个 boiler 旁边都还可以摆东西的。在这个 bathroom 走出去呢，又有两级，咁我哋上咗两级之后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两房，呢一层就系一个两个房嘅。咁呢一间房咧系放到双人床有余嘅。其实呢一间三房咧系每间房都好大，呢一间房已经系最细噶啦，都放得落两张双人床嘅。咁啊出边有环境啦，大家望一望窗出去。咁呢间房隔篱仲有一间大啲，咁呢一间房咧。放到 king size 或者 super size 的床有余嘅，大家都见到啦，仲可以放到柜两个窗，望出去窗的环境就是咁嘅。咁喺呢两间房行翻出去啦，咁上面做咗个吊灯，楼梯再上咧。嗱，見到呢度有個空間，通常啲人都落嚟擺花啊、盆栽啊咁樣。咁呢個斜咧，其實係可以企直個人嘅，唔使驚嘅。咁再上多幾級咧，呢個就係二樓。咁呢一間房咧就最大嘅，係放得落張 super king 嘅牀，有餘仲有好大活動空間啦。咁呢度有個天窗，係啦，天窗我哋影一影啦，望出去環境係好舒服嘅。咁呢度系窗啦，咁我哋行过去睇下窗出边嘅环境。好啦，而家屋咧就睇完啦，大家认为佢值唔值呢个42万磅呢？咁啊，值唔值咧，就见仁见智嘅。如果大家系对呢间屋有兴趣嘅咧，可以联络我哋嘅。WhatsApp 号码就系+44英国啦，7946633168嘅。大家好啊，我系兰哥，我嘅 YouTube 频道咧主要同大家分享英国嘅楼盘同埋移民英国嘅资讯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话，请俾个 like 我啊，请帮手订阅个分享俾朋友，仲要按埋旁边嘅钟仔啊，咁有新片嘅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俾大家噶啦。请帮手 follow 埋我 Facebook 同埋 IG account 啦，拜拜。